各位好，今天是2021年2月24日，早上呢6:40啊，还不到6:40，现在到了这个厂区的门口了，一会儿去测体温，然后进场。门口的帅哥，测体温的帅哥上班了。Morning, sir. OK. 测完体温，开始往里走。现在打卡。OK， 6:38。把手放平，大哥。OK， 5609。来，莫妮。好，现在打完卡，现在准备去换衣服了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见吧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16:35了。OK， 好，打完卡，现在开车往回走。上怎么来的？下午在这怎么回去啊？下午的。哎呀，太阳多好！这早上太阳不太给力，这下午可以，有点刺眼。安大哥已经在门口站着，按说我们拎的包啊什么的，他应该拿出来检查检查。我他们这工作也是走个形式就结束了，就为了在这儿混个工去。See you tomorrow. See you. 没人一本正经的检查你的包裹。把厂给搬空了，没人管。不过这里边除了钢铁，就是氧气和乙炔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搬的啊。好，先到这里，一会儿见。